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超有趣的超萌公公秀。话说夏天到了，调皮的熊孩子又出动了，小团子们又是怎么个调皮法呢？一起去看看吧。正在享用美食的妈妈被小团子打扰，妈妈一定会忍不住的。妈妈要睡觉，团子就是想捣乱，但是呢，妈妈一定也不会惯着团子。当然了，也有忍耐力好的妈妈，比如这样。有的团子调皮已经调皮出了新高度，这让妈妈很疑惑呀。对了，为了让小团子安静点，妈妈也是想出了好办法。